你一来就打翻奶茶？不是，就是啊哈，是我，哎、欸，是我吗？我们要去台南，然后就出发前就能打翻奶茶。哎、欸，这是小 trouble， 这是旅行小 trouble。因为大家穿一大堆，就发现起床都太热，大家开始卸装备。哎、欸，你穿这样，你知道爬雪山吗？还好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里玩？你还要吃什么？我们都没有规划就走。你吗？高雄的吧？阿明是台南，台南。看，阿明在台南了。哇，这车好可爱哦、啊！怎么样？好过瘾！我们现在已经到台南了，我们要去吃午餐，出发。阿宝黑轮呢、啊？阿宝黑轮，阿宝是我们刚吃的早餐吗？宝哥吧。哦，宝哥啊，阿宝。好过瘾，因为台南真的太热，所以我刚刚换成短袖了，比较凉。你们不会热、喔？哎，我带一件短袖，然后我短袖在里面，还有带一件薄衣。你穿两件了、喔。好过瘾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宝哥黑轮了，我们第一餐就吃这个吧。菜单长这样，这种感觉、啊。Okay.我们点的炒泡面来了，开吃喽！快点片，超棒，好吃！那很快吗？好吃吗？我们今天这件是阿宝黑轮啊！你现在讲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是阿宝，宝哥，哦，宝哥，哦，我们今天这件是宝哥黑轮。我们刚刚吃完那个宝哥。现在来那个，哎呦，没看到，差点摔死！他怎么没跟我讲？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我想他走我后面，怎么突然往右边绕？他自己绕，没跟我讲要绕哎。因为你超大。就这个门口这个招牌这边，哎呦，我们后面会吓死。我们走这间吗？哎，是这间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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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黄英文在这里上班吗？对。啊、黄英文迟到。他有帮你留电话。他还没到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在里面吃午餐。一上班就吃午餐了。因为他还没吃。哦。哇，英文打工够那么爽吗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有定位，我们是预约席。哎，英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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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一来上班就先吃午餐哦。那你坐一下，你先坐着，你坐着，这样，你坐着。不行啊！你好，我录一秒，一秒而已啊、哦。不行，不行，你们害我这不行、啊。你坐看，你一秒，剩下一秒，老板。纪普星坐这里，纪普星，对，阿本坐这里，不信？好啊，你们看一下喝什么，尽管点，今天一本请客。Coffee roaster， 啊，这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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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 ？Coffee roaster， 秋沙会，一本会做松饼哎，各位男生不要错过，我们这间店在美术馆，喜欢一本的赶快冲啊！这边就可，明天就可，我再把一本的班表放在下面，大家记得看。是巧克力鲜奶油。哇，闹英文，嘛就巧克力啊，巧克力，鲜奶油吃吃看，鲜奶油真的很好吃，嗯，哇，好大啊，很多人这样讲我，脸很大、啊，我是看你吃起来脸多不要，很小啊，尖的尖的，跟这一样尖的，好吃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脆脆的，哇，拿叉子方式好特别哦，会呛到，台南第一天，干杯，干杯。这样就放大了意思，放钱。各位，现在画面就是一群人想继续逛，但是懒得脱鞋子，所以全部在门口这样透过玻璃看。最近才刚看完那个《魔女宅急便》哦，哇，那只猫超可爱的。哇！看完了。哇，他走了。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台南的摄影棚这边了，因为我们的屁雅女孩还有孟涵，他们已经快要出社会了，所以今天带你们过来拍一个形象照。所以为了这次的企划，特别请来一个专业的摄影师。好呀，紫薇也很熟哈，因为我们之前去日本玩当导游。所以今天呢，堂口是日本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拍形象照，就麻烦紫薇大大。没问题啦。你的业界名称叫什么？艾利克斯华。现在留一个小胡子，可爱呢。相信大家都很有专业能力，但是如果有形象照的话，可以提升你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形象。没有错，对，出去谈工作也方便。没有错，有他们今天才知道，才知道，他们今天才知道，他们今天才知道。台南超热，每个都给我穿长袖，我他妈应该穿这个，超热的，今天超热，疯子哦 ，Go Go。啊，我讲。可以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他怎么会那么不信任别人？他不相信老师的。你拍照穿室内拖。会太开心吗？好眼痛。肩膀放松。哦，对对，再帮你调整状态，辛苦的工作人员。一二三。OK 吗？看起来可以啊。
哎、欸，这个不错。厉了！哇！可以见一下面这边。见一下面吗？对，好，再微笑可以。还 OK 吗？可以，开小了。好看耶！可以开奖。哎，是好看的，分工太厉害了。你就永远都不会讲谁厉害，所以想说，哎、欸，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就真太厉害了吧？就哎、欸。好看，到时候照超亮，根本看不到。我觉得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。哎，不然要变成，他就烫刘海这样。我乱拍，你要剪眉上吗？我都行，我就完蛋了。我也觉得。可以笑，哎、欸，我真的，我没有剪很多，你的表情看起来生无可恋呢。你有帮面剪过吗？我剪过，那剪过面了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是第一个。你要这么上面吗？随便。真的假的啦？你忘记我是绝对无敌的脸型了吗？你等下，你都不要剪 Kiki 哦，你不要自己在那里。完蛋了。我们再干脆一点啦，干脆一点，我们这个走干脆路线。剪这样子的。对，有恋爱好一点。有啊，后面哦，有了。有等读啊嘛，直接把它丢掉。好。你另外一边刘海失败了。果然好可爱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形象照拍摄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拍，然后有拍合照。对，大家想要看这些照片的话，可以到紫薇的 IG， 欢迎他 IG 限动，大家接过去看。限动就是限时，然后大家直接来看。对，这次影片发布的时候，我觉得通知他，哎，上传，同时上传限时动态，赶快去看，好不好？24小时。然后任何形象照需求，可以直接找紫薇，报我的名字。全身跑，全身跑，全身跑没关系。因为他拍形象照是蛮专业的，大家找他拍拍看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去吃晚餐了。吃晚餐的组合 ：Pia 女孩，还有孟涵、仲仲，还有摄影师团队。怎么？不要每次录你都要跌倒。日式料理，味熟 ，Go Go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味熟这家店里面了。哇，老板招待，我要吃这个，你说我做得动？你说，我说吗？嗯，都可以啊。对，所以我想要鲑鱼，然后他就会帮我抓这个500块的数量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鲑鱼跟干贝。一半生的，一半熟的。好好，一半生一半熟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哦，要不要宣传一下？大家来吃。那我想要龟，一半炙烧，一半生。玉子烧，炙烧比目，炙烧比目。哇，这么贪心哦！干贝加天使龙虾。哇，龟，好吃。吃出来真的吃了很多。好酷哦！送的软软的。重点软软的，我点的你说我做动来了，我点的主题是干贝跟鲑鱼，然后这个是点软软的、哦，老板特地切爱心的形状送给，这老板做料理很大胆，老板娘在旁边他做爱心给软软，干贝跟鱼子酱，吃一片，干贝耶，我点至少比目鱼还有鲑鱼跟至少鲑鱼，哎，比目鱼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是鲮鱼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唐扬鸡超赞的，哦，好吃。哎、欸，看我的房间像跟一本像吗？干嘛学我？很像。我要玩沙比啊。沙比。那你怎么没有？我有啊。我都有啊。我的一个店。哇，这里没有啊。我想要玩沙比。举手一下吗？好，那你帮我。你说屁呀、啊，没有玩沙比。他刚刚说屁呀、啊，我的没有玩沙比。外面看到绿色那种都是粉做的，外面的都是假的。好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可以检查，智商过于小卷，很好吃。我不相信，真的啊？快放我嘴巴看看。哇，你点两个，对，这么贪心哦。因为一本平常一个在台南就孤单了、啊，就到处喝酒。你上次喝醉那边说，为什么都不喜欢我？哎、欸，你很了解。那我可以为了你们改变我的刘海，不够吗？现在赶紧找男朋友。老板，老板。让你跟暖暖讲一句话，快点！她真的太漂亮了。爷爷下一，一二三。下一个行程要去饭店吹印，然后接下来去夜市。对 ，Go！ 哎、欸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么久没看到你，你会跳舞？我会啊。你有没有教我？有点粗糙哎。好，这样，就这样。
喝酒了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，我搭配手，我这样很帅，手的手态度，态度有出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你感觉已经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欸、跳得不错，蛮可爱的，可以嫁了，可以嫁了。你说这样吗？会会、欸，是暖的哎、欸。你刚脱墨行李箱耳朵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去台南住宿，然后前面这四个是我的伙伴。还不是。是。好，各位，就在这边，我们要住这间素屋文旅，出发 ，Go Go。哎、欸，这间是谁找的？哎、欸、是我找的吗？啊、哦，好像是哦。你等一下进去不要讲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素屋文旅进来之后会看到这个空间。然后右边就是他的柜台，柜台非常的大，哎，好像再睡五分钟哦。他给他戴大口罩，你自己看，哎，很好捏。刚刚佩婷很不要脸，问店员说可不可以抽奖。好，那后方红包再帮我挑一个数字，我们有露出小礼送给您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都有我们一些周边商品啊，折价券之类的。你说今天住宿免费的？哦，没有那么大奖，有折价券。那18，好吗？四包，这边抽到是台南限定的零食，哇，好普通哎、欸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开门，开门，嗯，哎、欸，很大哎、欸，哇，这很舒服哎、欸，有肉哎，哎，小沙发，两张床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说你的最多睡沙发吗？你怎么说这种不重要的？然后我的浴缸，哇，欸、这个厕所太大间了吧？厕所好大哦。哇，镜子好大，这女生一定很爱镜子好大。超大的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可以。哇，真的。然后这边有马桶，啊，这门在哪里？这没有门哦，哎、欸，没有门哎、欸。这边有淋浴间，啊，这边是马桶。可以啊。耶、yeah。哇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这间很chill哎、欸。哇。看你变暴龙了。哦，然后这边他们的吹风机是这种，女生最在意的吹风机。晚上洗完澡来看一下他感觉怎么样吧。我之前外面睡觉打呼过吗？整个晚上不会停的那一种。我现在不是打呼，我是念数学公式啊。哦，晒三十度二分之一。一本是没听过打呼，没听过，因为我比你早睡，肯定那一次我比你早睡。没有，可是我打呼你就会醒来，因为我打呼很小声。你是龙猫？你为什么我没有醒啊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哇！你要把窗户全部拆掉。你刚刚一口气移三个窗户尾波。我们现在去一个花园夜市，出发。这件是来台南一定要吃的善品排骨酥，一定要吃我们的，来吃了会瘦。看看你那么大菜这样子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要喝这个雪旗冰红茶，雪旗冰红茶几杯？冬瓜茶。我们先要买地瓜球，开心地瓜球，地瓜球，好，这个超猛的，东东拔丝地瓜，没了。老板都卖完了，我卖完了，好无聊，无聊的拔丝地瓜难吃。对，我们先要买这个桶大香鸡排，炭烤的，吃鱼蛋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逛完花园夜市了，我要把这些食物拿回去吃，回去喽。五、十、五，好吧。哦，哦什么？哦。五、哦，哎呀！一。二，换你。三，喝，恭喜喝。一，换你。看，知道吗？一火就二呗。哎，秦海，秦海，喊数字。哇，这还是真正的跑，没事。来换你，换我示范耶！哎、欸，我不要再磕了。三二，声卡球，三二，哦哟，成功！哎，怎么在电视机后面这个？也是没穿衣服，我躲在后面。好快，现在是3:37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香水啊？不是啊，那看，看你在干嘛、啊？然后刚刚特别注意到肚子、棉花棒、牙签。然后牙刷，这应该是浴帽，对，浴帽，上面都有一些可爱的 logo， 很棒。OK， 哎，看这个脚是啥脚？然后你去洗啊。帮你吹头。哎、欸，我眼线倒是还在，我眼线还在啊。你特地打黑门跟我们大家讲说你的眼线很持久。哎、欸，我
推推。笑死了。你是在打呼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等等。大家都要睡觉，有一个人现在才要洗澡。我喝酒就直接爆痘、欸。你再讲一次刚刚一句话。头发没干，等下来吹。我说我躺一下，等下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会问题的。竟然真的有起来再吹一次头。太勤劳了吧。怎么感觉后面吹干？我吹头发。在上面，别啦！那你不是睡不着，干嘛睡？睡不着重睡。苏文旅的隔天早上，大家都在赖床，对孟涵一直打呼，吵死我了。啊、超吵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，整面都是玻璃了，采光非常漂亮。开门出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外面就是这种感觉啊！好，各位，我们的阳台看出去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街头啊，它的这个厕所啊，它没办法锁门，它这门是没办法锁的。没骂锁就算了，然后打开之后，它里面这个厕所的大便的地方是完全没有门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没有坐门哎，所以说你蹲在那边大便，哎，离这个门口很远，人家开门你也来不及阻止他。好，各位，我们11点要退房，现在10点多，我就看他们三个鸡掉起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住的宿雾文旅啊，我们是礼拜六的晚上住，然后礼拜天早上11点退房，然后我们这次住的价位是5380，然后四个人分这样，因为这次孟涵有抽到国旅券，然后所以可以折1000块，所以5380扣1000，然后变4380，然后除以四个人，所以平均一个人是1095。请问一下各位，中中先吗？来，好，中中，这一间旅馆你有什么意见？优点或缺点都可以。优点的话就是房间很大，然后很干净。缺点的话就是吹风机的风很小。第二个就是它厕所门不能锁，然后不能锁就算了，那个直接打开就是对到那个马桶，然后马桶也没有一个门这样。价位的话，我觉得台南的民宿应该都是不用超过1000块，所以这次我给7.5颗星。哦，那么低啊！我觉得这间算大间嘞，空间很舒服啊。这次住宿有什么优点跟缺点要分享一下？缺点就是隔壁那个一直打呼，孟涵。哦、你觉得优点是这边有很大的落地窗。对啊。住了这两天，你有走出去看看过吗？我这样看就好啊，你给大家看。这样子。哦。结束了。总评分给他几颗星？10颗。8颗。那比那一是哪回？因为我们这次开车下来，所以我们故意去找那个可以停车的地方。就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讲说，他们合作的停车场摆在隔壁啊，就他在整修，我们不能停。他事先讲，他没有事先说。这间他蛮负责，是他让我们去附近停停车的款项，他们会帮我们缴掉。这间他也还有付300块的早餐。可是通常来台南玩的话，不会想要吃早餐店的、啊，所以这个300块的早餐对我们来讲不算优点。大家都想去喝牛肉汤或是吃外面的，那如果他给我们早餐店的券，我们不一定会想吃。嗯，那10颗星给他几颗星？7.5 8分，我自己的话是给他8.5颗星，因为我喜欢大空间，然后很明亮的地方。那这间都是窗户很明亮，很棒。孟涵昨天打呼，你在打呼啊？你最开始我真的没有录起来，真的太可惜。那时候还给你鼻子，你要杀了我？差点那个袜子，我想说给你鼻子，你会习惯，因为你没有啊。现在摇醒我啊！我摇了，摇不醒。对，我只是安眠药。你知道什么？哦，我以为你会叫“空”这样子。就是很大声，而且他早上是不是讲梦话？就你在讲话，但是你没有很清楚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过，我那个不是打呼，我在解数学公式。对对，他会咬东西，他对，他会这样，对啊。嗯，我想说好吃吗？他说。我就梦到我在边背公式，然后边吃东西。你要在讲公式，你根本就没有在背。但你的打呼不是那种会，还好，睡着就听不到，醒来都才，好像有人在打呼。因为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打呼声音，孟涵自己也有小小的打呼声音，它混在一起，都是蛮轻的。你干嘛一定要拉一个人下水？孟涵打呼的时候，好像吃面。哦哦，你这边吃面吗？好，我们要离开了，走了。我需要反应一下。走走走，我们要去牵车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苏文旅。这间是哪一间？阿唐牛堂。你要相信我推荐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呢是隔天早上，我们要来吃阿唐牛肉汤，在这里。
噔噔。然后一文刚刚要上班，所以先离开了。对。他通常在11:20之前就很多人在排队。对。空心菜牛肉，肉嫩哦。既然赞赞。这是小碗的牛肉汤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吃完牛肉汤了。毛衣、长袖、帽 T 三人组，他们三个太热，要去换短袖。我已经流汗了，我也流汗了。下次来台南都穿吊嘎。他们已经换完短袖了，短袖，短袖，然后脱掉发热衣。走吧，出发去逛街喽。卷尾家到了，今天卷尾家的口味是伯爵跟草莓。得到了，我得到了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。它伯爵茶味道很重，应该是很香哎。好吃哎。对啊，很香。我们现在要逛一下这间关于梦想。这间店里面呢，有一些古着，又卖他们很有特色的一些渔夫帽。小姐穿什么尺寸？看一下，你比店员还给的压力还大。然后这边有卖帆布包，我刚买了一个。有卖一些小袋子，长袜，这个算是古着的衬衫吧？你穿这颜色袜子，这很够注意。哎，这好特别哦！我夹这个在头上会很奇怪。不会啊，蛮可爱的。爸爸买这个，看，它这个包的很可爱。OK， 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新帽子 get， 新帽子 get。他要喝前摇一下。那鼻子里面都是粉哎。那还想？哇！太感动了，讲一讲悲从中来。你看还是没讲完。黑糖是真的黑糖，真的黑糖。我没有说外面是假的。黄牛阿呆出来，阿呆或小心都可以。还有正男，正男也可以。不要你跟风间就好。啊，死定了，一定你跟风间。你不能讲这句话。哎，不一定哦，以我实力是不会这样子。阿呆小心，阿呆。红色的扣。当然是你妮吧。哦，你妮啦。跟你说不能讲这句话，你看，快打开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妮妮啊？哦哟，你绝对是扭蛋破坏狂哎！靠呗，这个妮妮在干嘛？这是蓝色哎，这不是蓝色的空间，这个是红色或蓝色。屁眼女孩牙齿卡到玉米了，完蛋了！他帮我看看，南都石头烂烤。对。我们等多久？我们大概是20-25小时。屁呀！这家真的蛮好吃。哎，你怎么？你用脚吃玉米啊？不是我的。我们现在要喝屁雅女孩推荐的超级好喝的木瓜牛奶。西果多。不是你刚刚不是这样讲？你刚刚西果多。你的木瓜牛奶。谢谢。好，买这个吗？阿明珠心哦。不用排队，你第一次来不用排队。好，快，我们坐进来了。然后呢，我点的是脑髓汤，50块钱，猪心冬粉。请问？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对，麻油腰子。要挑战哦，麻油腰子。哇，好好吃哦，好嫩哦，好吃耶。好，快，我们现在到台南的最后一站，蛋蛋汉堡。我们来的是成功店，情侣棒哎。吃蛋蛋哥哥，台南行结束了，这是我们台南最后一餐。干杯！蛋蛋太多了，我洗剩的。给你们一点，给你们一点。好恶心，好恶心。好，开吃开吃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是很好吃。归期，怕恐欢喜，怕五归期，怕恐欢喜，他来的不是你，他没有奇迹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只要下载哈咪 Media App， 订阅 Cat 网红馆，就可以独家抢先14天观看到我的影片喽。各位赶紧下载吧。